完之后，我觉得我们的点是蛮奇特的，所以呢，我不太 sure 评审们会不会喜欢。但是呢，他确实给他们给了我们蛮多建议，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些新的想法，我们回去会再想一想。我觉得我赢的机会可能蛮大，也可能蛮小，所以我昨天我跟他说，我说我提这个 idea， 要么是第一，要么是最后的，置于死地而后生，对吧？要么。